阿爹，我真系知错啦，系我唔生性，系我唔争气。你身体已经咁差，我仲咁样嚟激你。自从火人红死咗之后，我每一晚瞓得好，每晚一瞓落床，我就会记翻起你。 闹我嗰番说话，同埋当时你嗰个痛心难过嘅样，爹，我知道你好嬲我，死不悔改，唔肯认错，但一直以嚟，我都受住良心嘅责备。 我唔系唔肯认，我系唔敢认啊！我好惊阿爹你会唔肯认我呢个仔啊！系，我系同火药红嘅妻子有缘，系我一时把持唔住，我受唔住诱惑，我知道我咁样做。 好对唔住火药红，我唔系人，我唔系人，我唔系人。当时我决定要同火药红嘅妻子讲清楚，我哋唔可以再咁样错落去。点知佢又做我骨肉，佢唔应承不得止。 仲要同我喺埋一齐，如果我唔答应，佢就会同肚里边嗰个扫下一齐死喺我面前。当时火药王开始怀疑我就系嗰个奸夫，而佢老婆又不停咁用个肚嚟要挟我，我好乱，我就嚟癫噶啦，爹！ 个时候，那个千宗大人嚟揾我，佢同我讲，竟人领有两万，我就留咗一个好错、好错、好错嘅决定，我亲手送咗个好兄弟去死。 我真系好后悔，我好后悔啊，爹！我当时对天发咗个毒誓，如果我再做伤天害理嘅事，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 再做伤天害理嘅事，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爹，我向你叩头，我向你叩头认错。由细到大，你都悉心咁栽培我，令我身在福中不知福。 辜负咗你对我嘅期望，我唔敢奢望你会原谅我，我只系希望可以继续留喺边国，你留喺你身边，等我呢个做仔嘅可以一尽孝道，好好咁侍奉你老人家。 就算系一个小小嘅标识，我都愿噶，我都愿。孝，乜你喺度啊？<笑>
瞓醒一觉，成身松晒。我突然间想去望江楼饮翻杯碧螺春。而家去探查，大夫叫咗你咧多啲。我话咗去就去啦，行。老爷，大掌柜有急事求见。骆大人，请恕我同夫人无礼，不请自来，咁夜仲打搅骆大人。大掌柜言重啦，你退下。系。而家呢度只系剩低我一个人，大掌柜同夫人有咩说话，不妨直讲。其实我同夫人今日嚟，系想请骆大人你帮个忙。我想立一份遗嘱，需要骆大人你一个咁大公无私、德高望重嘅人，做我嘅见证人。哎呀，老爷你好声啊！我喺我耳边嘈啊！大掌柜，你做咩啫？睇我帮你抬啊！哎呀，呢啲嘢你做嘅咩？你同我睇住神楼门口，唔好俾人入嚟。你连只乌蝇都唔好俾飞入嚟。我帮你抬入去先啦。稳啊！我手。哎，老爷啊，你小心啲啊！你唔好捉住我只手啦，你捉住扶梯啦。哎呀，我点上啊？得噶啦。哎呀。稳啊！老爷啊，你都系落翻嚟啦，等我上去啦，吓、啊！你讲咩话？等你嚟？你真系想笑死我？你嚟我仲惊过你啊！女人之家，擒宝擒得好睇咩？吓、啊，我一家之主，男人做噶，你捉稳行睇啦吓！你好声啊！记住，到咗你忍无可忍嘅时候，你就要拎佢出嚟。知道啦，老爷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